咱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你是台湾的兵，演我星空妙地形。易经新华妙难闻，易经新华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愿此功德皆回向。南无回顾先师王禅老祖，南无回顾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六七八九十十一届所有贤师同修，我们这一节在台北大安寺。大安的由来，就是在韩国还在分立，还没有统一，当时有三个国家。那当时有一位大师，还有一位圆晓禅师，晓是小名，圆晓禅师看到当时三国高句丽、朝鲜一起在战争的时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圆晓法师禅师呢，他就发愿出家修行。当时他也是将军呢，后来他就拜在一位他的叔父，就是大安禅师。有一次，一个因缘，圆晓法师呢，看到有一窝的狗，小狗，他的母亲死了，四五只小狗呢嗷嗷待哺。那么圆晓禅师呢，他说我也没有哪一个给他们吃，但是五条生命，也都是天龙护法降下来。所以圆晓法师呢，还有他一些徒弟呢，莫可奈何。刚好圆晓法师到了，到山洞里面看一看，跟这些小狗跟他们开示：你们现在出生为狗，还是要受这个磨难，没有奶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大恩大师呢，他就去向附近的欧巴桑女人化缘，人的奶、母奶给他们喝，给他们喝呢，用讲话的方式。一般讲话的方式跟狗、小狗，还有一只、两只死掉了。虽然狗死了，灵魂还在，也要嗷嗷待哺。他就跟那些狗，说狗狗啊，你们这虽然死了，但是你们灵魂还在这里，你们还没有死到。在这里呢，有牛奶给你，有人的奶给你们喝，你们就安心的喝，放心的喝，一边跟他们聊天，一边讲那些狗，事实又让他养活起来。为什么呢？饿了还快死掉了，所以大安大师，他就跟
严小法师跟他开示，你要度众生，一定要以众生的语言，众生的语言来讲，不要讲一些他也听不懂，人也听不懂的话语啊，那你要度谁呢？哦，所以由这一点呢，让我领悟了非常非常多。啊，一般呢修行当然学问很高，啊，所念的经文经忏非常的，非常的深奥，但是灵魂界听不啦。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维新正教的同学们，你们念经不必快，啊，不必咬文嚼字，依照现实的文字去念好，啊，不然的话人人都听无，鬼敢听有？所以我们诵经要很虔诚，一字一字的把它念清楚，念不清楚，你讲的，送一本经来，到时候连最后一句也听不懂，你要度谁啊？要度啥人啊？所以我有感而发，我要大家诵经，要用以非常非常的虔诚的心。既然要诵经了，那我就好好来诵这部经，要怎么回向再来回向。啊，不要说哦，我金金果果，那个你诵经密，那个怕见啊，怕切下去怕啦，啊，那不切实际的。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社会大众们，你们对洋人讲话、阴人讲话，弄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你诵经一定要很诚心，按部就班。啊，你就能够啊，在经中找到你的真谛。那么本维新圣教有三十部经，三十部经的功德，那是我们修行啊，那这个专门修行的同修文所诵的经，但是其中一部维新圣教的主经，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这部经呢，啊，就我大家简称为天德经，啊，就鬼谷先师所传的，啊，所传的一部经，就鬼谷先师天德经。这部经3333字，3333字，啊，这部经是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祈求天灾永息、天瘟永息，啊，世界和平的一部经。比如我们过去十几年来，啊，每当天下有灾难，每当世界各地地球哪里有劫难的时候，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认真诵经，依照法仪来回向，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回向文书，大家依法修行，结果都能够消灾化解。有如啊，这个丁亥年的臭氧层破洞，结果在鬼谷先师天德经64万部之功德之后，臭氧层灾难危机解除了。真是功德啊！祝福各位。世世代代的兵，演过新宫庙的仙。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双善知识。本维新圣教
是世界新兴宗教。是天人法界新兴宗教，是利他普度群生，普度群灵，名扬两界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结缘世界，又如佛教佛陀所传的大佛顶首放光明这楞严经一样的道理。而那是专门修行者，但是我们现在世界要和平，人间要和平，必须要所有的普天下的人能够发挥他们利他的修行法门。你要说利他讲得很简单，但是你用什么利他啊？遇到有灾难哦，大家集合一些资金来帮助救济平民，帮助他们了。但是你如何利他，更进一步利他，进入心田啊，消灾化解，解冤释结，事情不要再发生，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呢。所以本维心圣教的所有贤士同修都在家修行，都非常的慈悲，遵照王禅老祖开示给我们的阶段性利他，为社会为普天下苍生救苦救难的一个法门，就是维心圣教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那你要怎么走？你必须要有法，不是只有说说就算了，说大家都会说，做大家是想做，你要往哪里做，要做得对，做不对你什么都免谈了。所以我积极的推广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普见境啊，可以天下太平。所以不经呢，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也就是天公经啊。啊，天公经呢，那我们要去哪里请？你知道维新圣教过分之道堂弄的免费，好当请的。啊，所以这部《鬼谷先师天德经》将是天人法界灵魂界共同一部经，回归心灵世界，心灵本原点，灵归净土，万灵归心的一条路。所以大家一道这么去做，去修去诵，不影响你们的工作，这样家家平安，世界叫和平嘛，天下就太平了嘛。所以我们的法门都是以实际的利他为宗旨。我们才在台湾成立易经大学，养贤蓄才，正民育德，高尚其志，天下太平，培养了218位法师和讲师，现在又在积极的培养260位准讲师，继续在培养书信班，更多的以后的法师讲师传达到家家户户都能够诵经，那天下都太平，你的家平安，我的家也就平安你的家不平安，我的家也就不平安，这是人力己力所以
这个即是佛法的最高境界啊，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王禅老祖教主啊，他的大慈悲，所以我们才成立了维新圣教是功德基金会啊，我们由圆道法师负责来推动，每年的啊全国海内外各地鼓励他们大家一起在家诵天德经，然后将这个功德在水陆法会啊一起来交持。哎，这几年来从臭氧层啊天坑地洞啊伊波拉病毒啊各种的病毒呢煞事，都是诵天德经一起来诵，都会在所预定的时间甚至一天就圆满了啊，也不再有拖延了。所以这个诵经的功德，各位同修十方善诸事们，我鼓励您在家来诵天德经啊，诵天德经您大家心，自己的心为主人，自己的心为王，自己的心为主，啊，自己的心为唯心净土。你在世间要创造一个自我唯心净土，你才能够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哎，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自己没有一块净土，你哪有可能去到极乐净土呢？就在我们世间的视线一样啊，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那么领导这环境之后，哎，你是非常有水准的家庭，那么亲朋好友未来跟你做朋友啊，哪不公平等的这个环境，平等的人格修养，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接受你们的朋友到那边去吃喝啊住等等呢。哦，这个就是佛法在世间的，不离世间绝了，离开世间呢啊，就好像在兔子里面找兔子脚。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你有时间就送鬼谷先书天德经啊，你可以啊帮助你开启你的智慧，帮助你啊以过去生无量劫来解冤释结，可以回向给你的祖先啊，在灵魂界啊也是一样可以修行，然后共创呢南天净土啊，然后唯心净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啊，不是在那边讲一讲哦，叫人来讲讲呢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了，交变了哦。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认知啊。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请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啊及圆林法师来为各位啊返回应和开示，祝福各位。首先感恩维新圣教宗主上文下人禅师今日今时在台北大安寺郑重开示传授鬼谷先师天德经的
功德。当下此时，缘道简尊师父的开示，来做对于《天德经》学修的一些心得做一简单的回应。首先，刚刚师父在开示，我们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他的天命大家也要谨记在心，是要消灾化劫，使世界天下早日太平。这一件重大天命要怎么来大家一起来共转才能够满愿？在这里进入金石，我们师父啊郑重开示，要有法才能够来进行这一件伟大天命能够功德圆满，就是大家谨记在心，唯心圣教重大天命的法务工作推动，唯有仰仗最主要的经典，主力经典是鬼谷先师《天德经》。鬼谷先师《天德经》，各位谨记在心头，为消灾化劫、解冤释结，天伦永续，天灾永续，天下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最殊胜而且仰仗的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威德力，才能够早日使天下太平。所以当下此时，我们要怎么样来有这法才能够进行？没有关系，不要加他。首先我们要谨遵书的开示，鬼谷先师《天德经》是主力经典，时时刻刻为天下太平消灾化劫，还有为天下众生恩怨情仇的解冤释结，也要仰仗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威德力，才能够使人间世界变成和谐净土一片。所以当下缘道也在这里将自己接受师父的调教，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之中为众生在解冤释结这方面呢，如果卜卦的时候发现到是灵界冤亲债主也好，或是一切因因果果的问题出现在卦中的时候，缘道怎么样来谨遵师父的调教，用应用鬼谷先师《天德经》来为众生化解一切恩怨情仇，都能够圆满。缘道现在现身说法，首先向王禅老祖、向师父禀报，当下此时，某某信众或是同修都可以，某某人，有什么烦恼问题，当下老祖师尊已经圣卦开示，是因缘果报，是这些冤亲债主、法界众生，缠绕不休、纠缠不清的问题。所以缘道都是再下去就请示王禅老祖师尊呐。这个如果当下请老祖开示，是不是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能够化解这一切因缘果报纠缠不清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请示圣杯一个，卜卦下去一定要马上圣杯，就不会马上不赞成。说马上要圣杯，这表示说要对送《天德经》可以圆满这一件烦恼。再来呢，那再请师尊开示，要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几部？那个数字，请师尊三个圣杯慎重来开示，然后就请信众在那边把杯，我们跟他禀报。如果事情因缘果报这份真大条的代志，只有老祖知道，我们不知道。卦已经出现，老祖知道大条细条，才知道说要送多少部的经典《鬼谷先师天德经》，即请老祖去化解这冤孽，就能够一切圆满。这四目字啊，
一定要几要送几步，一定要三个圣杯那个数字才是，所以就开始拔杯，拔到吼，哎，有那三个杯那个数字，你老实讲，这个一年一定你烦恼就能够解除。所以这是仰仗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功德路，这个很大的天威功德力，才能化解一切世间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这样子才能够把使众生烦恼都解除，人间和谐净土才会早日实现呐。所以当下此时，缘道都为众生在解忧，哎的时候，都是哎这样依法、依教奉行来哎为众生解忧。然后呢，我们说这是解缘释结，那消灾化解呢，也是本唯心圣教为天下大事，不是为单一个人的恩怨情仇，天下大事也是一样。所以大小事情，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就能够一切功德圆满。请大家听书的开始以后能够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都会功德圆满，帮助所有有缘尽忠大德。阿弥陀佛。尊敬的法师，尊敬的祖师爷，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唯心弟子严林今天有幸在这边共同听师父、聆听师父的教诲以及来感应到鬼谷先师《天德经》的妙法。那么，如果有恭送《天德经》的人都知道，《天德经》的作者是谁，讲述《天德经》的是谁，大家如果稍微留意一下，可能就会知道，其实讲述这部《天德经》的作者，也就是王禅老祖师尊。由王禅老祖尊跟师父天人合一来叙述这部经典。那么，大家讲天公在上，万物在下，一旦讲鬼谷先师《天德经》的人，就以圣人，就以地形，咱的师尊。当然，伊对三天王以及鬼谷先生《天德经》这些天王的修行正果，拢有相当的了解。所以每一个天王所讲的拢是法。那么这法会当融合贯通，把这个讲出来。譬如讲，我今嘛要来讲圆道法师的故事，伊成道修行的过程中间。我一定跟圆道大法师有相当的交情，跟相当的认识，才有法度把咱圆道法师的一生的行仪，甚至包括伊的闭关伫倒位，才会当个讲出来。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大家唔知道注意这点无？这点是我圆林在恭送《天德经》里面深深体会到的这件事情。那么圆林在过去，为众生服务的时候，我每一期我共看厝的机会真多，因为我的职业就是做这道的。那么，所以我每一遍若要共看厝中间有较重要的工程的时阵，我拢会先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五部，或者是王禅老祖玄牧尊经五部了，那么我才会去共看。甚至我会伫进前，明仔载要共看的时阵，我今仔日就会加明仔载要看的所在主旨，甲这个湖东的主旨，我写伫遐。然后起来早上做早课的时候，我就特别会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就《天德经》或者《王禅老祖玄妙尊经》这两部经典。那么也祈求王禅老师尊慈悲加持、国通加持，让圆林出外一切能够为众生服务、有缘人服务。一切能够圆满。那么，按照我多年的跟随师父多年的经验，到现在，
我用的袂歹，我就是甲恁讲，每次到临界点，感觉讲爱奇怪，政府都看按照事务所压个有形的目睭所看到的，啊，都拢袂歹咧。啊，那会代志出在什么所在？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阵，就会有灵机一动，犹如神来一提，甲你扣一个感官。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我在这边也供养各位。包括每次我有时候常有机会到两岸三地为客人有缘服务的时候，向各位报告，不要忽略了，我每次早上都在旅馆，人给你用上好的饭店给你住，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还没有吃早餐以前，我还是一样做功课。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就恭送鬼谷先知天德经；时间来不及的话，我会恭送王查拿鲁战记，最少都要12遍到36遍，这样然后去回向给当地的十方法界，祈求十方的当地的十方法界以及祖师福德正神尊经等给予加持护佑，让维新弟子在外面为有缘人服务，一切能够圆满。结果按照我多年的经验，得到的回报都相当的大。那么谈到鬼谷先知天德经的功能，那么可能各位同修就知道，在我万华班里面有一位同修叫林国华，按照我算他的命卦以及按照我写修的话，一古年一大劫一大劫，那我就告诉说国华师兄，今年因为他跟我是小同乡，所以我都特别关心他，我说你要特别小心哦，今年对你来说的话，对你来说以易经命卦来排，刚才严道法师说谈到命卦的尊产里面，我都从命卦等等看来，你今年有一大灾劫。我希望你好好恭送鬼谷先知天德经，老祖一定会保佑你。那他两夫妻一气呵成，他个人就读了3360几部。像这次我们万华班的有三位同修要接受师父的那个毕业结业典礼的时候要颁奖的，他就其中的一位。但是我发觉按照昆水事务所学习这么多年，他应该有灾难，但都一一化解。我还告诉他说，你最好能够点72天师的天灯，把你点上一个天灯，我们王禅老祖在做法会的时候，你72天师你点一个光明灯，那这样供养十方法界对你应该有相当的帮助。结果他也说，他的跟夫人就告诉我说，严法师说，今天呢阮师兄吼，今年安尼小可金戆金戆金戆，哎，恁大行拢迎刃而解呢，就这样平平安安的度过了。我说真的，按照跟谁学士事务所学修的这么多事情，啊，包括我们很怀念的严俊法师，他当时我就给他说，他在什么时候可能都不够，最少他的家人一定要去一起。结果在他动手术那天，他的父亲莫名其妙的走了，你看，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师父的妙法都传得很好，但是师父很可惜，他当时可能某种因缘的牵绊，没有办法到回到我们暹罗寺去。他说，因为上有长上有老父啊，有妻小，就没有听，没有完全听师父的话，没有回到暹罗寺总本山去，所以甚至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怀念的严俊法师，当时如果谨听师父依教奉行，如数耳闻，毫不顾忌的回到暹罗寺总本山去继续他的修行弘法的工作，我相信他应该这一关可以渡得了。那么我希望说，在这边我要我个人所服务的以及我个人所学修的，那么在这边供养各位，师父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有时候表演兄大家说演员算算，其实我没在算了，人说实在，有人说演员你好像哈啦哈啦哈啦，其实我告诉各位，我其实我个人蛮认真的，该念经的时候我还是会念经，只是在某方面我比较喜欢自由，他不爱说白条的，就是说希望像严堂法师，那么他都说叫我骂几个，我骂几个你说给那些几个多重要，我买啦，人够有命，物够有主，个人的专长是什么我最清楚。所以我师长刚才跟严道华那个严英老师他们开玩笑，说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那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
人人各有长处，不要跟谁比较，跟谁自己比较最要紧。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修，如果各位身体较不好的，那么家庭较不讲介平安呢，那么《鬼谷先知天道经》就是咱多做师尊，甲咱师父天人合一所开示的一部经典。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王禅老祖前面尊经》不是咱多做开示的，啊，不是咱多开示，是太上道祖开示的。好、哦，大家知道，所以谁对魔水有了解啊？因为这个因素的话，所以我希望说，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好恭送天道经》。明年每个人都有3000部以上，一起上台领奖，好不好？好。祝各位阿弥陀佛。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刚才两位法师圆道法师和圆林法师啊现身说法，这两位法师都已经随缘度化了很多很多的啊，善信大德进入唯心圣教，大家来续前生的缘，啊，珍惜这一生的缘，让大家一起来接心法。所以心法妙法无处寻啊，只有当下处。你所碰到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的人生怎么茫茫然然。当你很有钱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有钱万事足，万万没有想到，有钱的时候心里是那么的空虚。啊，你有钱的时候。心里那么焦躁，你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来寻求另一个层次的功德啊。所以有一次台中某一位很富有的名人来到仙佛寺，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认识了，来请教说，师父啊，我现在心里很空虚。我说你做工啊，一辈子找天公啊！我恁的祖先要找天公，我天公是要对找啊！我哩找佛师的啊，即法师啊，师父，甲你指点方向嘛。哎呀，师父啊，我拢找了了呀，有神找到无神啊，有鬼找到无鬼啊。啊！你即摆要找啥？找心头鬼，心里慌慌嘛，就心头鬼。那么我跟你讲，安尼我随提过来一部《天公经》，你要找天公，你一定爱甲这个《天地经》，老早开始《天地经》，你只要安尼每一天上一遍、两遍、三遍，有时间就上，提个上。你就会找到天公啊！那无你，你世间这多名利，哦，这天公赐予你嘞，祖公啊赐予你，你拢唔知道。哦，那么这个时阵呢，这个名人呢，哦，一直放下来讲，啊，原来我要找天公就是安尼找哦。我讲你天公，迄一打打袂起哩，哦，阶梯啊。也得去哩，我那在上天梯嘛。你上经，这就是经文随一卷呐、啊，经文随一卷呐、啊。啊，苦海渡人舟啊，苦海是一渡人的一台船。所以
这个名人先生啊，伊等伊来，过一个月拢无来，我想奇怪啊！我你等伊来换了，你爱甲讲哦，结果等伊啊，一个月都没有再来仙佛寺。我想讲，可能这部经对伊无啥用处。过了一个多月，一个一年呢，啊，专工叫因囝载伊起来洗礼，哈、啊，甲老祖感恩。我咧哦，今天我看到你啊！我这个话未了咧，我都逐天伫遐上《天地经》，我上《天地经》咧，人愈上咧，感觉说我有希望啊！他的人生最后的那一点有希望啊，所以他就很快乐。原来他有钱，囡仔无乖，嘿嘿，哦，孙仔唔听话。啊！当他回去送鬼谷先祖《天德经》，当刚上，当刚上的时，啊上了啦，家中啊天公啊，拜托个老祖，拜托天公，拜托，我囝互伊较乖嘞，我孙仔互伊较乖嘞，来，较认真读册嘞。哎呦，一个月来，伊个囝、两个囝拢转变180度，孙仔开始又要读册，所以鬼谷先祖《天德经》都是咱个开发咱个灵性。钱为天，啊，善良开泰。哦，这就是鬼谷先祖《天德经》王禅老祖传这个妙法给咱，家家户户拢爱上《天德经》，啊，家家户户拢爱修法《天德经》，啊，家家户户若是能够这样的话，你绝对家庭会圆满和谐。过去过去了，未来。找到当下即是处，所以各位维新贤士啊，我们易经大学，我们的教育宗旨是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啊，建造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咱每个人上重要的人生的价值观呐、啊。啊，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啊，我们在地球上，啊，在这个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这个应化节，啊之中呢，让我们有机会齐聚一堂，啊，地球是我们共同一个立足点，啊，天空、宇宙、星空那么宽广，也是我们每个人异世界。无限大的天空，所以我们要看得远，看得广，啊，不要斤斤计较于小节。我们若是一个人斤斤计较于小节的话，你的烦恼一定比别人多得不得了。好，这个我们大家可以慢慢去印证的。那明天下一节呢？啊，我们也会请。大安寺住持圆德法师，还有圆明法师，还有基隆道堂圆堂法师，分别来为各位来阐解《鬼谷先祖天德经》，用在当下性的台湾和地球世界，还有天人法界。他的功德天究竟有多少的功德天，无量数，说也说不完，但是你不说出来，众生无知，以为这个台币美元日币或是人民币港币澳币什么币最好，事实上那都是短暂的我们续前缘而已啊，而不是让我们达到心安啊，回归蓝天净土，创造唯心净土与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啊相互辉映的心法呀啊，我们愿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啊，只好好修行，社会大众们哎有机会。你们就进入维新圣教，来请这部经，啊，你们绝对
可以啊利人利天又利心的上圣心法功德天，祝福各位。